效的三个瑜伽动作，每天五分钟，不跑不跳瘦全身。动作一，扩胸登山步，每天五分钟，暴汗全身。动作二，每天转接100下，背薄了，胸挺了，副乳也没了。动作三，巨瘦大腿根，每天200个，消除大腿根部脂肪，改善下半身肥胖。坚持7天，整个人瘦一圈。记得点赞加关注。